或者 CPI 专案。那首先，我想要先给大家看一段小小的影片。多巴胺，我想其他的部分有待哈，有机会可以来我的课堂上一下哈。我在 NTU 的线上的平台的课程里面，有些免费的课程，食品安全与毒理、食品安全与风险分析，可以很透彻的跟大家做食品安全的了解。好，你们应该都有听到他刚才说可以到他的课堂上一下课。好，那他的课堂上是什么意思？他在 NTU 的线上开放式课程有课，然后睿智的哲伟呢就帮我们查了一下，开放式课程没有，要到 Coursera 才有，Coursera 的台大专区没有同步会诊，那我们就想要去把它会诊起来，就是因为，他没有被这么做，所以我们才想要这么做。所以我们想要会诊线上课程资源，然后去建立整合查询平台，去活化这些课程资源。那我们目前团队有10位成员。那我们是先用爬虫爬到资料库，之后我们再放进一个网页跟一个API 去两个服务这样。这是我们整理资源的一个平台啊，就是 Airtable。那我们目前提出6个通用栏位，并且开发了4只爬虫，同时也画出了一个前端。那今天我预计再写2只的爬虫，然后收集开放式课程的使用经验，也就是让大家那个填问卷。那希望能够整合万笔的课程资料，促进多元自主学习。谢谢大家，我是 Ted。